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我是张文亮，欢迎来上 Room Teaching 有关于圣经的分享。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我是一匹野驴子吗？我是一匹野驴子吗？我所用的圣经节是诗篇的104篇的第11节，诗篇的104篇的第11节啊。我从第10节念下来，因为10跟11是很接近的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让我再读一遍啊，诗篇的104篇的第10节跟11节，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我要分享这一段，特别是后半段，野驴得解其苦啊，其渴啊。野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，到今天中东还是有野驴。野驴是可以背很重，野驴是可以吃很少、喝很少的水、吃很少的食物，然后它就可以背很重。但是野驴这么有本领，野驴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它就是不理人。他不跟人在一起。我怎么知道这个？我不是因为我自己去过在中东看过野驴啊，而是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个大学教授，他长时间的在中东做工程。那他参加这个联合国的工作啊，那他公司是一个美国的公司啊，在这个以色列在中东啊做工程。那告诉我野驴，因为呢，这个工程的企业里面呢，他为了要盖水库的时候，为了要保护在地的山，所以呢，你不得用机器进去。那这样的话，你怎么去盖一个水库呢？所有的水泥、所有的钢筋、所有的材料呢，要怎么运进去呢？人背吗？不可能，用野驴。OK， 那他那时候他是一个工程的负责人，他说我要去盖一个水库，联合国的要求竟然是要求用野驴来搬。那说在以色列 的旷野里面怎么去找野驴呢？野驴在哪里呢？看不到野驴。OK， 那他说怎么办？这工程不是完蛋了吗？契约上明明要写用野驴 来搬水泥，找不到野驴啊，那野驴在哪里也不知道啊。那他就很头痛，就问在地的人说，契约上明明这样写，就是要找野驴来搬。那为了要用在地的物种，那野驴在走路的时候不会产生这个土石流，不会产生这个山坡地的破坏啊，所以呢就用野驴。请问野驴在哪里 ？OK， 没有野驴的话，那个工程不是完了吗？在地跟他讲说，这个教授你不用怕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这个以色列啊，有一种人叫做野驴人，就是把野驴找来的人，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行业，那并且价格很便宜。OK， 他有办法把野驴找来。那这教授跟我讲说，那他永远记得那一天呢、就是上午起来的话，这个野驴人就来了。然后呢，他就是旁边割了一些草呢，到走到很远的地方，就开始用一种很特别的声音，说哦，这种野驴的叫声。OK， 然后呢，就把那个草摇一摇，哇，就从那个旷野、不什么地方啊，野驴就一批批的走出来了。OK， 然后呢，那个野驴人啊。他们就是呼唤野驴的人，就说哦，就是呼唤野驴的人啊。当然，我声音可能不是很准。OK， 那野驴就从很多地方就跑出来，然后就吃那个草。那吃那个草吃完了以后呢，这个野驴这个找野驴的人就把这个野驴带下来，然后他们就把水泥放在上，他的上面，然后野驴就真的是把水泥呢，哇，就扛到山上去，那他们就盖那个水库。那每一天 ，OK， 哇，野驴来，他也不吃东西，他就只那吃些草，然后他也不喝水，然后野驴体积也不是很大，长得小小的，但是哇，扛起来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啊，然后呢，他说哇，这个野驴这么辛苦，那是不是下午要把他留下来，让他吃个晚餐，明天就继续工作？结果很有趣，野驴就走了，工作完了以后，野驴就离开了，就消失在旷野里面。哇，那时候这个怎么办呢？那明天怎么办呢？又知道把那个找野驴人再找来。哇，那他们又是一样就是拿一堆草
啊，到很远的地方去，我这边啊啊啊，就这边叫，哎，伊犁的从各地又来了，所以他说整个水库的建造的工程全部是伊犁做的 ，OK， 但是伊犁到最后工程完成了，跟伊犁相处很久了，伊犁还是离开。那我这么讲这一段，来再回来读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。什么是伊犁？伊犁是不理人的人。伊犁是喜欢走来走去的人，伊犁是喜欢工作的人，伊犁可以不是人了 的生物，他可以背得很辛苦，所以他需要水喝。这是因为上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，应该很多种吧？上帝只提伊犁，上帝就只提伊犁，上顾眷顾伊犁，伊犁。他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人，很多事情的生物。然后呢，他但是他又不理人，不太喜欢理人啊，就根本就不理人。OK， 你跟他有什么感情都没有用，因为他是为了工作而来的，工作完成他就离开了。OK， 那上帝说我给他水喝，我给他水喝。伊犁有第二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是他不理人，喜欢工作。他第二个特点是。伊犁如果一旦口渴啊，他就真的是口渴。他那个口渴哦，是一种爆发性的口渴，就是他平常都可以不口渴，工作的时候他不口渴，一工作完了，他突然就口好渴啊。这个动物很特别，它是一个会突然间有爆发性的。上帝讲得很清楚，给他水喝，所以爆发性他喝很多，就给他很多水。第三个我要分享的是。圣经里面讲伊犁这个字是个很特别的字，什么是伊犁？他说伊犁可以得解其渴。我准备安息的时候，我常常唱一首歌，叫做《港都夜雨》，港都夜雨。港都是哪里？港都是基隆。这个基隆里面呢，在歌词里面呢，有一段。可以流浪到万里，流浪到万里。我后来问我的学生，写《港都夜雨》的这个作者，他流浪到万里是，因为基隆的旁边就是万里啊，所以他是从基隆走到万里，还是真的是，就是等于是人生没有目标，就是流浪万里啊啊！我今天不是要来唱台语歌曲啊，《港都夜雨》《港都夜雨》。我为什么要讲这个？那歌真是悲伤。上帝使伊犁得解其苦，得解其渴。他所用的这个字就是悲伤的、难过的、流眼泪的，并且他用的字是非常强烈的字，是一个破碎的、破碎的，是一个希望已经破灭的。是一个已经工作到这么辛苦，最后已经快没有耐心了。他用这个字，哇，我这个字哦，这个，哎呀，我们懂一点伊犁的生物学，顶多能够讲伊犁个性很顽强。你跟他相处几年，他还是不理你。伊犁是一个工作很专一 ，OK， 他可以拼命把水泥背到山上去。让你盖水库，然后伊犁转眼不留情 ，OK， 工作完了他就走了 ，OK， 晚上又回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，白天还要再呼召他 ，OK， 他才出来，哇！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这个学生物的人对伊犁的一点认识。但是圣经在讲这个伊犁得解其渴，那个解其渴，那个解其渴的这个是。是，也是用很悲伤的字，很悲伤的字。我不晓得这个，而且有些生物它是被人家伤害过了，所以它以后不理人。有些生命是被伤害过的生命，因此它变得怪怪的。啊，有些的生命它是经过流泪谷的生命，以至于它对人就没有期待了。
啊，有些，而且有些的生命是一本来是完整的，或者是被破碎，所以他因此你说他怎么好，他都淡淡的、淡淡的以待，因为他的世界已经完全破灭。啊，有些人是他本来是一个非常忍耐、非常会做事情的人，但他的世界破灭了以后，他变成完全没有耐心，从一个非常有耐心的生命变成一个没有耐心的生命。圣经用一个字去讲他，可，这个可是他真的是长期的忍受背负，然后突然间经过一个事情就变成没有耐心。他可能是一个非常做事情非常仔细、非常认真、扛负责任的人，经过一个事情，他整个破灭，他整个破灭。这个字，圣经用"可"这个字，越离的"可"。哇，好特别的一个字！我有时候在读这样的圣经节啊，我觉得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啊，有时候会经过很大的落差，苦难让人变成一个很大的落差。本来是一个非常有忍耐的人，突然间变成一个很没有耐心的人；本来是一个非常有责任的人，哇，变成一个突然间不知道在做什么的人；本来是一个做什么事情都非常仔细检查的人，突然间变成。整个破灭以后，整个对什么都没有兴趣的人，伤心流泪，伤心流泪。我读这个圣经节，我就读到想到《港都夜影》的这首歌，《流浪万里》，伤心流泪。我来在座可能没有人不晓得这首歌，因为现在很多老歌啊。这个一般人都不知道，也许我唱给各位听好了，让我来唱这首歌，来怀念那个野梨得解其渴。我先用国语念啊，台语念，日本的台语歌。今夜又是风雨微微，异乡的都市，路顶是青青照着水滴，永远。心比翼，青春男儿毋知家己要行倒位去啊！漂流万里，江都夜雾，寂寞时。今夜又是风雨微微，异乡的都市，路顶青青照着水滴，不管心比翼。青春男儿，不知家己要行倒位去，漂流万里，江都夜雾寂寞时。今夜又是风雨微微，异乡的都市，路顶青青照着水滴，不管心比。青春男儿，不知家己要行倒位去，漂流万里。江都夜雾寂寞时，我觉得早期台语歌真的很有感情，现在歌我比较不会唱，但是我读到这个圣经节，我就想到夜里得解其苦，哇，路顶是青青照着水滴，是不是阮心的比喻？啊，这个台语歌早期台语歌啊，很多这种男性的口痰、鼻癌、目屎是流袂滴，照着水滴，毋是照着目屎，还是照着雨水。可见江都夜雾，才是足啥物事嘞？是寂寞时。所以做个祷告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主耶稣，就你知道野梨的需要，野梨的干渴，这么的尽责而没有水喝，曾经一度是高度的仔细，工作尽责。而忽然间变成乱了生活的秩序，曾经是一个高度的忍耐，
而变成完全没有男性。别人怎么解读？别人怎么解读？但是主啊，你眷顾耶利，你说在山谷里面会给他水喝，在山间会流水，会涌出水来给这个耶利，不只是 有水喝，可以得解其渴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你真是会讲。你从诗篇里面来讲出耶利的心声，多少人能够讲出耶利的心声？多少人能够了解耶利的痛苦？多少人能够了解耶利的寂寞？多少人能够了解耶利的破碎？主你自己知道，给他水喝。以前那些水是留在山间的水，别人看不见；留在山谷的水也不容易，也不容易察觉。但是耶利知道，那里是得解其渴。这个世界还是有一个上帝做工，让耶利可以得解其渴的一个环境，一个可能。谢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孩子不用漂流万里，只要来到你的面前，就可以得解其渴。我想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